娘带鬼千里，了许在这里先生来用名看哥哥所属官，哥哥所属官全体众之水管都点，刚才咱求进的安排。啊，将对安排做者是国宝。啊，现在咱哥哥所属官，啊，咱众之水管，今刚才咱同求进的安排，将对方言天进步上帝做者天下三拜礼，立国拜，再国拜。三红牌，内响，掌声谢谢，欢迎来自我们五股的团队，谢谢我们副馆主王奇伟先生，啊，也谢谢我们的馆主，啊，还有我们的啊姐姐，啊，南京技术领馆，啊，谢谢我们的王大哥，啊，我们王龙泰王馆主，啊，以及我们的王副馆主，啊，给我们三样的火锅。做十万天团队啊，支持咱的回流。流行多高兴，红都大吉利，想起来一种一行，咱不够做十万。咱的啊，圣尊啊，咱的圣教团队啊，你能安坐来伺候。很出席啊！你来咱安坐，是咱家己东安等，咱家己东安等啊！咱的啊，这个大款 logo 啊，大款 logo 啊，咱的大高点啊，来团队。好，各位呢，我紧接着要将我会场出来，至于我们音乐系的社团啊，音乐啊，是我们属于民间音乐的一个演奏啊，民间音乐。那什么叫民间音乐呢？举凡我们婚丧喜庆。啊，绝对呢都少不了我们台湾啊最本土到底的摇滚重金属摇滚的音乐啊，就是我们的美管，我们的八音啊，就是最具代表性的啊，就是美管八音。那大家呢，很多人都会觉得它很丑哦。啊，我可以说啊，其实呢，在美管的演奏当中呢，啊，为着这个神明来开道跟开路啊，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。那我们的出生馆呢，今天非常用心的准备了一条。这个龙车啊，咱的龙车啊，来代表咱的港珠，这个龙车来颠着。
桃园阳正会啊，让我们的阳正会呢啊可以飞入青楼啊，让我们的所有的选举会有同仁啊能够更加的兴旺财源广进啊，非常的感谢我们五谷祝圣馆，五谷祝圣馆啊用心的计划啊，我们呢正在参选啊，来到两位的啊桃园今天非常。
福要献给我们桃园的杨胜会啦。好，欢迎各位可以拿出你的手机来拍摄来纪念。
谢谢让我告诉主管啊，都来征赛让整个团队的表演
还小。那我们的身形长度呢，比较灵活，比较灵活。那一般呢，在我们的八爷的形象呢，都会用猴子，用猴子来给他代表。
跟我们刚刚上任的团队啊，与众不同的是啊，他们有一个大鼓啊，我觉得叫光荣。这个真是属于音乐系的演奏。非常感谢我们的音乐区董事长，那啊，音乐区董事长啊，出来跟帖啊。